我是 King。 今天这影片呢，将会为大家介绍目前在酷酷呢最高询问率的2款水机。第一个呢是 King Top， 另外一个呢是 Excel。然后这2款水机呢也有蛮多共同的相似点的，很多顾客很难的取舍，到底他要选择 Excel 好呢，还是要选择 King Top 比较好呢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这边会一一的为大家解答的。 OK，So King Top 呢是酷酷2017年的型号，它主打呢是经济实惠和传统的设计，而 Xcel 呢是2019年的型号，它是前卫与简约。它们2款最大的区别呢，就是在于取水的模式。King Top 呢拥有双出口传统的按钮，这个热水跟冷水呢都有分明的出口，而 Xcel 呢是以 Touch Screen 单一出口，可是它备有这个灯的显示来区别你是拿着烧水、冷水还是普通水。它们2款呢同时间呢都备有1公升的热水及1公升的冷水，而且呢是用每1分钟1公升 refill 为器，非常的快速，你不用怕拿没有水。就是说呢，你拿了1杯水呢，它就是自动的在 refill 那个水进去的。 它的滤芯是一样的吗？这2款是？这2款的这个滤芯呢，都是由4支滤芯组成，由6道的 filter 系统，都是微碱性的矿泉水。然后酷酷呢，为这2款水机呢，都有提供专人上门每4个月的服务换新和保修。然后除了换滤芯之外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帮你做这个消毒杀菌动作，那它会打开去水箱，然后帮你用高温杀菌。OK， 还有出水口也帮你用高温杀菌，一共15项的检查，帮你确保你的水机呢在最佳的状况下的操作的。同时，我们现在还有额外的服务呢，就在每1款水机呢，我们都会 extra 帮你 extend 一个 external 的出水口，哎，让你也在洗手盆那边呢也可以拿到 filter 水来洗菜及洗水的。有大瓶的水瓶呢，也在这个 external water outlet 这边呢装水，这样会比较容易一点，也比较方便。如今我们有 pre-order 的 promotion for Xcel 呢，我们有回扣21块呢，100块的月费呢降至79块，备有5年的服务保修配套，而 King Top 呢低至69块。 配上6年的服务保价配套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我们会尽快来为你服务。好，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